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恐怖解密地图，叫做堕入循环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朋友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这张地图是小伙伴推荐我来玩的，他说这张地图的那个恐怖气氛特别的足，而且代入感特别的强，所以今天我就带上果当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张地图。好的，走吧。咱们现在应该是遭遇了鬼打墙，然后是在一条无尽的楼梯间，一定要跟紧我。嗯，好的。二楼，三楼，好黑啊。对呀、啊。往前走。哇，好像有什么改变了。这后面有盏灯。是的。继续往上走。哎呀！你干嘛？这什么东西？从上面掉下来的。不是你弄的，不是我弄的，走吧。一具尸体，周围的黑暗不停的侵蚀咱们。这个灯，这个、灯边，灯的位置移动了。是的，继续，继续往上走。什么声音？我听到脚步声音，脚步声。哇，这里可以进去了，进去看看。这有个告示牌，我从未这么害怕过。我又听到脚步声，你没听到吗？没有。很重的那种脚步声。哦，咚咚的那个是吧？对。继续往前走，不知道前面又有什么东西会等待着我们。嗯，这灯不见了。对啊，等会儿，这里有盏灯。哎呦哎呦，好吓人啊。这个房间我看见你了，什么东西惊动我们？继续往前走，咱们想要逃离这里的话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停地往前走。是的，那盏灯还不在。细思极恐啊！我的天，哇！哎呦，你吓死我！灯从上面掉下来了。这里有什么？哎呀！我闻到了恐惧。走，哎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哥哥，别吓着。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会有高能了。哎，我看到了。你们呢？我在这儿，是不是我们要逃出去了？这里好亮。对啊，不远了。我尸体。是时候了，我要逃出去了，该结束了，我浑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对啊，怎么这么多的？我要杀了你！哈哈哈哈！又一盏灯，我觉得前面应该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。好亏啊！呀！对！我被他杀了，我没事，他没打的我，我跑不出去。再见吧，妹妹。你逃出去了？对。我还困在里面。永别了，我的妹妹。好吧。好了，
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